因为这个还在出现零拉五的时候，拉五你就要这样拉，离拉的时间呢就降低了。我被反击拉了，没事，拉我拉一拉降啊。这肾通背呢，肾通背这个阀门是他这样子，要到你这个手阀门，把这个手还我的手，所以这个肾通背呢，拿下来一抓，肾通背是刚刚啊，所以他打的动作呢，打拳的动作呢，一定要这样子练。练这个药水的力量到这里的稳的功力功能，这一挑这功出去你一挠我的手呢，这就顺便一神，这就把你这个身体啊，这个叫肾通背。